这个场地太适合打坐了，要不要各位同学们先坐上几分钟体验一下？可以吗？因为我们了解的佛教好像除了烧香、拜佛、祈福，这是一类的，很低级，但是很有市场的。 那另外一类的是诵经、念咒、求死，这是中级一点。那么还有一类的，就是解决自己的心灵认知模式问题，这就是禅。那么解决心灵认知模式，禅，这个是个没市场的佛教，啊，那今天。 各位从事市场、从事最大市场化的那个银行界的工作啊，那么来了解这样一个没市场的禅，应该是很独特的一个嫁接和衔接。我们先来体验一两分钟，自己对自己的心灵、身体，或者说对跟自己从生到死必须息息相关的。 我们是否能控制它，是它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呼吸。体验一下，我们把眼睛微微闭起来，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鼻孔下、上嘴唇以上这个狭小的这个区域里边，看看，不去判断，没有判断，没有想象。 也不去改变，也不需要引导，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放在自己的上嘴唇以上、鼻孔以下这个狭小的区域，观察。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仅仅是观察自己的呼吸。 好，可以睁开眼睛，看看，能静下来吗？能静下来吗？可以哈。实际上，来到江西，来到南昌，真正的禅宗的禅的发扬地、光大地，就在我们江西，占了很大的份额。 在唐代的时候，禅师们有三个字非常专业，叫跑江湖。啊，跑江湖就是跑江西、湖南，因为从公元713年，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去世，然后他传了两个大弟子，实际上接他法的有43位。 但是这两位很著名，一个是石头西迁禅师，一个是清源行思禅师，另外还有一位南岳怀让禅师。南岳就在湖南，清源行思就在我们南昌，在哪里？今天还有，净居寺，啊，离南昌很近。那这两位大弟子，后来石头西迁又从广东赶过来。 基本都在江西和湖南，所以所有出家修行禅宗的学人们，都来跑江湖，向自己的精神领袖、向自己的心灵导师来请教开悟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佛教有三类，一类是最朴素的民俗的，烧香磕头、拜佛，那第二类。 是转变自己生活习性的诵经吃咒吃素放生念佛，这是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最核心的，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模式，就是禅。那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呢？云在青天，水在瓶，这就是人类的一个认知模式的突破。 二元对立认知，回到自己的圆融无碍的认知。
这样一个模式。云在天上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什么构成的？水。那冰在河里，这个冰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水。那通过加热超过100度沸点，然后变成了水蒸气，这个水蒸气是由什么构成的？还是水。但是因为这个同一个水在它所面对的环境不同的时候，它呈现了不同的什么形态，100度以上气态，0度以下固态，那么0度100度之间液态。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只看到，或者说只能使用它的差别而不了解它的平等的话，我们就很辛苦。比如生活在南北极的人只接受冰的状态，而不承认、不了解，更不可能使用气态和液态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很局限。所以禅宗的禅就告诉我们，云在青天，水在瓶里，环境仅仅是一个因素，重要的是水它的随缘性，它的随缘，也就是这个缘变了，它的形态就变了。但是它尽管缘变了，它的形态变了，它的核心的构成的成分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构成水的最核心的两个东西，一，从现在化学物理学上构成它的 H2O， 冰去检测还是 H2O， 水检测 H2O， 气态 H2O。那么水，无论是水蒸气还是水还是冰，我们用手摸它会有一个什么作用感觉？是什么？湿漉漉的，对不对？所以水的湿性，无论它的形态怎么变化，水的湿性不变，水的核心成分不变。那在佛法里边，禅宗就叫做体相用。我们看起来水的体是 H2O， 相是冰、气和水，用也不同。冰块可以冰敷感冒发烧的人啊，水可以解决口渴的人，气呢，那可以去治疗肺有毛病的人去呼吸，用处也不同。但实际上它的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湿性是最核心的，是三个形态下达它的共性，那就是要改变的啊。我们人往往穿了这身衣服，剃个光头，走在大街上，这是个和尚，这是个和尚，我们就只看到这个和尚跟各位不同的地方，但是各位就看不到和尚跟各位相同的地方。哪些相同？和尚首先不是三头六臂，和尚首先要出门得坐飞机、开车或者是走路。那么随着工业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到来，随着网络时代到来，和尚用手机就成为笑话。哎，各位用手机就不是笑话，是吧？所以我们只看到差别的话就很辛苦，我们根本就拒绝去了解在所有的差别里边的那个平等相。因此禅的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叫做众生平等。众生平等，众生平等的思想不是今天西方或者说西方的主流基督教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是2500-600年前释迦牟尼佛陀最早在印度倡导。为什么呢？因佛陀的时代，印度的土生土长的影响最大的宗教婆罗门教
已经流传了千年以上，但是他的立教的基础，他管理世人的这个手段，最核心的就叫做种姓阶级制度，啊，种姓和阶级制度，他把人为的区分为四个种姓，低等最尊贵的就叫做婆罗门至上，第二等就是军人、政治家、国王、武士阶层，第三等就是平民和商人，第四等就是奴隶和贱民，那么还有第五等叫不可接触者，所谓不可接触者就是他没有转生的资格，这一生他怎么来的不知道，反正就成为一个奴，不可接触者啊，他是人，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和权利，那他死了就像灰飞烟灭一样，不可能再转生为人或转生为高级的生命，所以他这样一个很严格的一个阶级种姓制度，实际上遭到了佛陀以及七那教的领袖大雄，以及还有跟佛陀同时代先后脚的六位宗教和哲学领袖大师的一致反对和反抗，啊，也就是佛教是在反对反抗婆罗门教的这个束缚和压迫下产生的，在印度。那么其他六个宗教领袖和大师，他的反叛和反抗呢，就非常的极端，啊，非常极端。比如说，你不是讲究四个种姓吗？婆罗门至上、刹帝利、首陀罗、吠舍，他这么样来界定。那好，其中有一派宗教和哲学都这样说：人死就什么都没有，叫断灭观，啊，断灭论。什么是断灭论呢？从思想观念上就说，人的一生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谁安排的，人来就莫名其妙的来，人死就干干净净什么都没了。这个断灭论可不是今天某些政党或者主义所倡导的，是人类就有这个基础的，啊，整个东方西方印度中国古希腊都有这样断灭论的认知。那另外一类的反叛叫做顺势论，什么意思呢？人既然是天地所生，父母所养，所以人就应该满足自己的种种的欲望和需求，不可以限制人的欲望和需求，限制了就是违背自然，叫顺势论。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两种走极端的方法带给社会、带给个人、带给家庭、带给国家这四个层面的问题会是什么。假如说我们都坚信顺势论的思想，人只不过是自然的一份子，所以那么人要群居乱婚可不可以？这是人，你比如说猪和猪、狗和狗的交配受不受限制？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只要有这个自由它就可以。那人如果顺这个自然的动物属性去做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当然可以的话，这样做那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伦理就会彻底的荡然无存。那从另外那另一个极端的断灭论，断灭论，假如说人的出生莫名其妙的来，人的死亡就彻底的消亡，人死如灯灭，就一次性的存在，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大家想想看，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不是核心的问题出在这里？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我们再多的监察、再多的反贪，
再多的部门设立安置，但是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上出了一个问题，认为人死就是一次性的，所以这一次性的生命我干嘛不为自己来满足自己呢？所以我们整天在微博上、在网络上、在报纸上呼吁啊，反对腐败，反对这些，反对来反对去，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努力建设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根本都止不了这个现象。为什么？观念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贪污的时候，在这个掠夺资源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未来生是如何，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生是如何。我们最多说我们现在竭泽而渔，牺牲了、使用了我们的子孙子孙子孙的财产、矿山、空气、水、能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也是我们未来的子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对未知的东西太多的不敬，没有尊敬的意思，我们对未知的东西太少恐惧畏惧，所以总括来说，我们对于用有限的已知想要安排无穷大的未知，结果我们出了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怎么办？是不是不可救药，就让我们的社会风气就这样沉沦下去呢？不是的，不是的，是有办法。那禅宗的办法、佛教的办法非常简单，叫做从我做起，从我做起，当下做起，从我做起，当下出发。如何是从我做起，当下出发呢？我们要去哪里，必须知道，先心里边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所以首先观念上要做调整，观念上做调整啊。众生平等的思想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概念或者哲学理念，或者说一种口号式的东西。众生平等的在佛教的具体运用，首先就是我们的生命态度要学会谦逊，学会谦逊。这个谦逊，所有的人都来自父母所生，所有的人在成长中有师长的教育，有周边的朋友、亲人、同事、邻居的关怀。那即使是我们工作了，成为优秀的啊，优秀的白领、蓝领、绿领，不管你什么领，没有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一个关系，自他关系，众生平等，自他关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讲座，似乎是我们银行的安排，是组织者的安排，是法师们能讲，各位能听，但是没有这个环境可以吗？而这个环境谁来创造的呢？似乎是市政府决定、投资商决定，但实际上是建筑工人造起来，没有建筑工人什么都不可能建造起来。所以众生平等体现在方方面面，每一个构成我们今天这一讲座的所有的条件，每一个因缘都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没有用。比如说什么都具备，没有麦克风，那以我有限的法力，只有前一排能听到，第二排模模糊糊听到，三排以后只看无声电影了。好，有了麦克风没电有用吗？还是一个摆设，聋子的耳朵
盲人的眼睛只不过是个摆设，所以构成这个条件的任何一个因和缘都不可缺少，这就是众生平等。那在我们的自己的人生关系中，自他关系必须得平等，这个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去体会和做到的，或者说我们往往能够体会到根本做不到。凭什么我给他发工资他就该听我的？从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就很强硬，那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又是很生硬。我爱你，父母说，所以你就得听我的。为什么你就得听我的？因为我是一贯正确的。大家回想回想，我们自身的成长环境是不是这样被父母逼迫而来的？再来看看我们自身对我们的儿女是不是这样逼迫而去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在佛教里。那我也在南昌，在青云浦做过，在青云浦，在滕王阁也做过，还有在庐山山顶上也做过。像咱们这么多人一样的啊，三人以上就可以玩，三千人、三万人都可以玩，无我茶会。大家围坐一个圆圈，彻底的平等，像吉普赛人一样，没有酋长，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个圆圈怎么来排座位呢？一进门那有个签儿，比如我们有三十人，好，你抽了第一号，你抽了第二号，你抽了第三号，这一个圆圈中间不设任何东西，没有任何障碍，一个大圆圈。好，一号是总经理，二号是给你的你家的保姆，三号是你的 CEO， 四号哦是你的讨债的、欠债的，啊，这么一圈下来围坐，每个人面前都是一个壶，茶壶的壶，啊，四个杯子，四个茶杯，然后茶是自己带来的。水是自己带来的，然后泡好茶，约定起来，每个人都要向自己的左手边，根据约定，或者向左手传，或者上右手，一定要站起来向左手边的一二三，啊，每一个人都向左手边的一二三奉下三杯茶，因为你面前有四个杯子，所以一定会留下一个给自己，所以。起来，所有人都起来之后，放完了，回到自己座位上。每个人座位前一定是四杯茶，一杯自己的，一杯右边你右手边的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给你泡的，奉上来的。所以杯子会不一样，你就知道每个人面前都是四个杯子，然后来品茶。那这个一号总经理他拿的10万块钱一斤的啊金骏眉。啊，二号你家保姆拿了1块钱3斤的花茶，泡的这么大碗，啊，没关系，要无我，无我必须都得喝下去，所以不讲求茶的好坏，不讲求器皿的贵贱，不讲求这个一切，只是欢喜的向左付出。因为你奉茶向你左手边的一二三，你接茶是接受右手边的三二一，所以把我付出就必须收获这个狭隘的心理给割断了。我付出向左付出，我收获来自右边，所以付出和收获并不对等。那么做这个体验最后，我发现这个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哪怕是外国人，在庐山顶上，2001年到2005年的国庆，这五年我都是在庐山顶上办这个无我茶会，啊，很有意思，大家都参与，他觉得很欢喜。那尤其是父母，这样一次下来，回家对子女的教育马上不一样，啊，
爷爷的子女很欢喜，回去之后给父母这样去泡茶。众生平等的思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它有具体的做法。那么大家这样的很欢喜的把自我要付出就必有收获的一个狭隘的思维方式，把我付出的努力就必得应有的收成，这个狭隘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全突破了。我付出的很好，但我不一定收获的很好。要知道，世界不是由人的单一的善良的愿望所构成的，世界也有很多是跟我们的单一的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人生如意事难得一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为什么我们善良的美好的意愿不能得以成就，而那些个我们不希望的怎么就种种的纷至而来呢？这就是未知的东西啊。在已知的自他关系上，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人、跟社会、跟邻里，大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小到家庭与家庭、单位与单位、人与人，都要有自他关系。所以众生平等，这是在有形的、看得见的、可知的层面这样体会。那未知的层面同样要众生平等。人死后哪里去？人究竟是父母的精子卵子结合就才有的我？那为什么有的儿童生下来就被虐，有的儿童怎么就被塞在一个金杯车就撞死了？既然是众生平等，那同样是美国公民，怎么有的人在越战死，有的人在阿富汗战争死，有的人在家里平白无故的死？生命到底在这一期生命开始之前是什么样的存在状态？那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什么样的存在状态？这是个未知，我还不了解，我还没有认知，但是我必须尊敬它、尊重它。不可用有限的、已知的、掌握的规则和规律去界定和解释，甚至是管理那些未知的领域啊。那我们整天说要发展科学，这个科学发展观，但是我们提倡这些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有很多的做法非常不科学。爱因斯坦说，你们不要认为我聪明，我知道的就好比是这么多一个大圆球，那么随着我知道的越多，我所不知道的接触面是不是就更多？是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知道是这个杯子这么多，那么这个杯子它的外延所未知的东西是不是就更多？那改天我的所知是这个了，这么多，那它的外接面未知的是不是就更多？是的。那如果我们所知，假如打个比方，像这个房间这么大，那我们未知的就更无限广大。这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谦逊的态度啊。科学和谦逊不代表让我们就傻乎乎的去敬畏上帝、崇拜上帝、崇拜宿命、崇拜命运，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是普遍的，我们的不足是深入生命之深的。太多的东西我们做不了主，比如刚开始我就让各位体验一下对自己呼吸的训练。好，现在各位请把你们的心脏停下来三分钟，谁能做到？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属于我的，做不到吧？好，现在各位请把你的房子第三套房产都捐给我，
谁做的？你就说当场，你说你捐了，银行去办手续，啊，房管局办手续，最后说不行，和尚不能接受房地产，完了，还有个法律，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做不到的。啊，外在的车、房子是你的，衣服是你的，桌子是你的，你可以使用它、支配它。那身体是你的，但是身体都不受所谓的这个主人的支配。我就这样子举十个小时可以吗？谁能做到？做不到。你什么都不拿，一分钟一万块钱给你，就让你十个小时，看看谁能做到。把全球70亿人抓来就这么做，一分钟一万块钱给，恐怕全世界70亿人找不到10个人能做到。为什么？它不是属于我的，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我就永远睡不起来，等这个世界再没有瘟疫、再没有战争、再没有灾难的时候，我再醒过来，活着我这个70年，做得到吗？做不到啊。所以佛教说，这个世界是个很糟糕的世界，也是个很王八蛋的世界。但是佛教又说，这个很糟糕、很王八蛋的世界并不可怕，我们可以做，有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从我做起，当下出发。啊，既然这个世界很糟糕，那么佛教也衍生出另一个比较消极的办法。这个消极的办法就是说，好吧，地球糟糕了，2012明年就来了，咱们趁此之前一心的吃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各位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有吗？肯定很有。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啊，就会这样子想。但是从佛法的究竟的义理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说，这个不是佛法的主流，这是佛法的，就像你的银行的衍生品一样啊。你的主流是交电费，是什么贷款借贷，但是它也有衍生的啊，衍生的银行的产品。那佛教也一样，传了2600年、5600年，它也一样有主流，有衍生品。那个衍生就是不可知论。说这个世界不好，大家是能证明的、已知的。说完后，我们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就是未知的，不可证真、不可证伪。啊，不可证真，那么好处就你就得尊敬他、敬畏他。那不好处呢？有些人就可以妄加滥用，引导人走向迷信。引导人的，甚至是组织邪教都有可能。所以不可证真、不可证伪，它有个局限性。但是从社会化的功能来讲呢，它又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这老太太70、80岁，你跟她说离开此心别无净土，随其心境则佛土境，你把这个道理能给她讲通吗？讲不通。那你跟老太太说，哎，2012要来了，反正人必有一死，那有的死了灰飞烟灭，有人死了求生一个那个莲花盛开，像哪吒一样，再也不受生死束缚。老太太挺开心，那要怎么去啊？很好啊，这个碗里装一碗黄豆，然后坐在这里边，你老太太没事，阿弥陀佛念十声，拿个黄豆搁这边这个碗里头啊，从这边念完了10声阿弥陀佛，拿一个搁在这里边，把这个念完了，再从这边阿弥陀佛再装回来，这一天晚上你功课就做完了。你这样一说，老太太心很安，有所依，依靠的依，依赖的依。所以他是针对这样一群人，特定的人群，衍生出这样一个修行的方法。但是今天各位读了科学的博士，读了哲学的博士，仍然坚信这样一个，就未免的太荒唐了。
未免太荒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拿年龄来和学问来界定人的悟性，人的悟性不受年龄学历的限制，人的悟性仅仅受悟性自身的规则限制。所以禅宗讲有一句话叫做迷则千万年，悟则刹那间。怎么叫刹那间呢？我们都在这个屋子里边，现在突然停电，黑灯瞎火，像昨天夜里一样，鬼哭狼嚎的风声吹着，然后又没有灯，而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想挣扎出去。好，有的人撞，有的人往钻地洞，有的人踩了别人。那有一个人，他知道这里的灯光的开关在哪，啪开了，是不是？他就是悟则刹那间。所以他不在乎他是大学生、博士生、教授还是个老太太，谁掌握那个开关，谁就是自己的悟性的支配者、所有者、使用者、受益者。所以禅呢，他又强调是这个啊。因此因为禅的这一个悟则刹那间，所以他不立阶级，经历的立，这个阶级不是刚才讲众生那个四种性的阶级，而是阶段阶梯啊。不立阶级，直达心源，直接走向心的源头，不是向外，而是向内，走回自己内心的源头。所以禅它很有意思啊，它很有意思，它有特别大空的那一面，它也有具体的小的用的那一面。我们掌握一些禅的这些思路，掌握一些这些禅的作为，那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的需要。所谓的自我解压，从最小的方面说自我解压，从大的方面来说，人的现世价值和人的永生的终极价值二者的关系，禅可以让我们自我救赎。我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去祷告，或者说我每个初一十五去寺庙去烧香，或者说我每个礼拜五来冲着麦加方向来朝圣，但是我们的认知模式不变。早晨我四点钟起床来庙烧了香拜了佛，然后一出门走在那个大街上，看到屠夫在杀猪，看到卖菜的在斤斤计较，看到买菜的在那个互相吵来吵去，然后我一个神的眼光看着一些芸芸众生，说这些人都要下地狱。怎么样，你觉得这样的烧香和祷告早起有效用吗？会有效用吗？那你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让你自以为高人一等，彻底的背离了佛教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所以禅不是让我们增加了自我的膨胀，营造了自我的构建和价值，恰恰禅是让我们放下一些多余的包袱，做减法啊，做减法。今天我一出门哦，这个大师；明天我一出门哦，浦发银行的总经理啊，董事长啊，得盖在我这个上面呢，全是标签，而不是我。现在把普京的、总统的、总理的都丢掉，把奥巴马的总统、总理都回归到普京就是一个
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俄罗斯人、美国人、中国人，再把俄罗斯、美国、中国都去掉，只是回到一个人的本来状态。所以禅是让我们丢掉所有的不必要的标签，回到人的本来面目上。而人的本来面目上，刚才我们说了最大的一个关系，人活着必须要发生的自他关系，现在回到一个自我的身心关系。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总统还是乞丐，你个体的身不安生病，你不会幸福快乐；你心灵的健康有问题，你精神不愉悦。所以我们看哪个关系更重要，是人与人的自他关系更重要，还是每一个个体的自我的身心的愉悦、身心的和谐更重要？我们推选一个身心不和谐的人当了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跟着遭殃啊。一个家庭一家之长如果身心不和，或者精神有病，或生理有病，这一家都不快乐。所以丢弃掉所有的标签，回到人的本来面目上，我就是一个个体生命，个体生命不过是由身和心组成，而身不过是由四肢肉体来作用，然后身还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身和心，心的关系，心灵的心啊，到底我想什么才重要，怎么想的很重要，想的什么最后通过身体和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佛法把任何一个个体都界定为这三个东西来组成的，叫做身口意啊，身体、语言、思维、精神，身口意三业。所以佛教的修行，我们有时候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看到那个大佛头在这个地方，这有三个字，不是汉语的啊，梵文的，这印度早期那个很高贵的语言，梵文的，这三个字是什么呢？一般人觉得这很神秘啊，你就拜他吧，冲着那观想，想你那儿也有。那实际上这三个字叫身口意。所以佛陀界定自己的教法的核心，就叫做清净自己的身口意啊，清净自己的身口意。那么要想清净自己的身口意，通过什么来清理呢？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接受环境的、家庭的、传统的、习俗的教育，还有我们过去生命所继承而来的一些个力量秉性难以根除，所以透过一定特定的方式，叫做戒定慧三学啊，戒律的学说、定力的学说、智慧的学说。那我们一听好像戒定慧，这是佛教，这是宗教，这是很迷信、很封建、很落后，但实际上不是的。戒是所有人与人相处的艺术，戒律的核心，佛教戒律的核心是约束自己的身口意，这个很关键啊。戒律的核心第一条，不顾断人命，不能够故意的去使别人的命根断啊。佛教的戒律很严格的界定，不是说随便的，今天这个哦，一进这房间咱们要开会，好，周小川先生来了，结果呢苍蝇在那10万只，蚊子在那5万只，蟑螂在这2万只，你怎么接待他呢？那只好吧，吹风机也上，哎，杀敌灵敌敌畏什么都上，没关系。佛教一切的教义是建立在以人为本，所以人本，人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苍蝇、臭虫、蚂蚁为本。所以这个房间是为人造的，而不是为蚂蚁和苍蝇、蚊子
所造的，所以清理它。这就是佛教的教义。因此不杀生是不顾断人命。好，周小川先生要来这里了，结果呢这里有三个建筑工人还没走，好，干掉，用那个化石粉抹在他们身上，让他销声匿迹，这就是犯戒。但是你去清理苍蝇蚊子，这叫过失，不是杀生戒。我们很多佛教徒歪曲了这个意思，那很多的社会更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以为和尚佛教徒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就错了啊。所以他核心的戒律的生活就是尊重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啊，这个又比西方的人权早了2300年。西方的人权是300年而已，但是平等2500年前，人权2500年，佛教早就倡导这些。然后因为人活着，父母给了你生命，你已经呱呱坠地了，但是你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有病了没钱去找药吃，看不起医生，一样得夭折。所以人活着必须得有财产，叫做外财。这个肉体的生命叫做内财，内外的内，财产是我内财，那外在的这个物质财富属于外财。所以人如果离开外财，等于有命也还是得死，所以不能偷盗任何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佛教又有这样一个严格的界定，就是尊重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就不能够去偷取别人的财产物质，它很严格。那佛教它的戒律啊，你想想看，都是与时俱进。它所以能与时俱进，就在于它的前瞻性和高度。它约定的是人的东西，而不是某个阶段某个阶级性的属性，是所有的人必须如此。每一个人都来自父母，而父母这一个婚姻需要稳定，族群需要稳定，家族需要稳定，个体的家庭更需要稳定，所以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的稳定，不邪淫戒，佛教的戒律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得很安详坦然，不被别人所欺骗，所以叫不妄语。每个人都想希望自己活得很真实啊，不管活的是30年、50年、70年、90年，这一期要活得很真实、很透彻、很明白，所以拒绝麻醉品。这是佛教的戒律，你说是属于法律的还是道德的？实际上所有的法律都尊重他，所有的道德也尊重他啊。因此佛教的戒定慧不是针对佛教徒而安立的，是针对人类而安立的。那今天如果全球的人都能够遵守这5条戒律的第一条，不杀生，就不顾断人命，想想看，所有的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个以色列、法国、英国这些个武器的前端的，伊朗、北朝鲜这些搞科技、搞前端武器研发的，把这些钱都用来购买医疗保险，解决医疗的水平，解决教育水平，人类会生活得很幸福，会很幸福。所以众生的平等的思想西方在倡导，但是他的作为没有任何众生平等的作为，他在盘剥。所以现在有一大批海归派，或者说有一批知识分子，或者有一批企业家到了西方去，走了几天回来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没有哲学，中国也没有一个能够拿出解决人类问题的思想观念和做法，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佛教、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东方文化
为代表的人天合一思潮，人是自然的一份子，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不过是自然中的一份子，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要顺自然而为，这个才是东方文化的这种和的东西啊。这个东西能够放在五千年前实用，放在五千年后还实用，而不是仅仅实行了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这样一个思潮啊。那佛教这些东西都是能够随时可以用的。那什么是定学呢？对自己心念的控制力就是定，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跑到永修的云居山上啊，中午吃一餐，早晨不吃，晚上不睡，夜不倒呆，然后坐着打坐，餐风暮宿啊，披个兽皮，弄两个蓑衣一盖，在两棵竹子上一打坐三十年，一睁眼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三十年前什么时打坐呢？还日本人轰炸的时期打坐的。那样子你就想，七十亿人，如果是六十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都在那样子，只有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世界怎么发展，怎么进步呢？所以定学是对自己心念力的控制啊。哪一个人不需要心念力的控制呢？儿童多动症他就没办法上学，他需要对心念力的控制。那吸毒成瘾的人怎么去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的用道德去劝这些吸毒的人解决不了，甚至把他搁在戒毒所，用药物取代，结果把鸦片解决了，他又抽了烟了。烟说不好，对，形成肺结核、肺癌、肺气肿，然后他又改成什么口香糖了，结果无论什么场合睡着觉都嚼口香糖，都是麻烦。所以对心念力的训练就是定啊。那他有广义的定，有狭义的定。很狭义的定就是这些和尚道士婆罗门的居士们跑到深山上去打坐，他不是终生打坐，而是阶段性的，必须躲开这个外缘，跟社会不接触，跟他人不接触，然后训练这个定力。到了一定程度他必须放弃，也就是他达到一个阶段，就像我们炼铁一样，把矿石或者说炼这个铜黄金一样，把一个金矿含有30%的金矿成分，通过现代的冶炼技术，通过人工，通过所有的方法剔除杂质，最后这个金矿成为100%的纯金，或者99%、98%的纯金。然后各位说它成为纯金了，难道还整天把它搁在那个野火炉中去炼吗？尽管有句成语说真金不怕火炼，你已经成为真金了，干嘛不去做市场的流通，作为硬通货还要跟着练呢？这不是愚蠢而又愚蠢吗？所以定学也是如此，就是对心念力这个训练的过程，过了那个阶段必须用之于人生，必须用之于人处理自我的身心关系，处理跟他人的自他关系上来。所以它很有意思。那么什么是慧学？就是穿透表象看到实质的智慧，穿透表象看到实质。那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表象，都生活在表象中啊。比如中国人最不缺的有四个东西，第一个是口号，是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为什么好 ？No， 没有原因，就是好。为什么好？它就是好。口号、标语。昨天、前天的微博，有一个人来江西出差，啊，就九江的长江大桥上，他把这个十几条标语给搞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要修。要致富，多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
一条，啊，然后另外一条欢迎省领导来检查的，再另一条什么要根治这个那个的，再一条治理机动车啊酒驾的，啊，他把十几条给搞在一起，特别的混搭和这个无厘头，但是这个口号标语在我们中国特别多，仪式。啊，我们各式各样的仪式太多了。甘肃这个幼儿园这个孩子这个死难这个赔偿还没解决，省教育厅先表彰那些个英勇救人的仪式，仪式啊，追认为一个烈士。所以我们整天这些，而真正那个受害者，真正的那个这个社会问题为什么屡而再再而三的进而不止，这个根它不去解决，只在仪式上歌功颂德。那么在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下，佛教也逃不开这个宿命，因为佛教生活在中国，所以佛教的仪式多不多？很多吧。那佛教这些仪式重要不重要？如果佛陀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佛陀一定会自杀，都在打着佛陀的旗号反抗佛陀。啊，当年佛陀在世，就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小伙子，他的老爸爸去世了，独生子，他为了尽孝，就去请教当时的所有的这些宗教领袖和大师，哎呀，拜托拜托，我的父亲就我这一个儿子，这么大的家业给了我，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的资历还不足，我还不好经营，能不能让他复活呀？找了所有的宗教领袖，念咒念经搞仪轨，最后终于最后都搞了一大堆都不行，他爸爸已经死了，来请教佛陀，佛陀呀，他们都推荐我来求你，他们说只有你才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只有你的祷告最灵，只有你的咒语最灵。佛陀一看这个家伙已经傻了，跟他说有生必有死，生必有灭，人死是不能够更改的自然法则，他接受不了，他说好吧年轻人，我来答应你。好，哎呀，年轻人不哭了不闹了，很开心，说佛陀你说吧，要什么我给什么。佛陀说我需要你到最繁华的集市上买两个瓮，口小肚子大的瓮。好，年轻人去了，你让他一次跑完呀？不，佛陀知道这个年轻人有问题，所以瓮好了，好，你去集市上要这一家这个牛从来没有死过的死过牛的那个牛奶，给我来一瓶装满这个瓮。哇，这个小伙子好啊，走了好多街好多家，说这个家从来没死过牛的，除非那家刚买了这头母牛啊，奶牛，另外凡是人家扶植过牛的培养过牛的都知道老牛死小牛生，对不对？代代相传，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刚买了从人家买的小牛养大从来没有过死牛的，把牛奶搁这来了啊，把石头，佛陀说好，现在再请你到集市上买两个长长的竹竿，买回来了，回来弄竹竿绑上石头，这一个瓮把这个牛奶装进去封上，这个瓮把石头装进去封上，然后小伙子，佛陀说你把两个瓮同时沉到水坛子里，沉浸到那个水里了，然后佛陀说现在你去把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宗教领袖和大师僧团和这婆罗门也好，耆那教的也好，锡克教的也好，都把他们请来，坐在这个围着湖边，好，他都请来了，然后现在说佛陀说小伙子你这样啊，你让他们这样，你拿你这个竹竿把它敲碎，你请所有的这些宗教领袖和祭司们念咒念经，什么招都可以，做法也行，呼风唤雨也行，让牛奶沉下去，让石头浮上来。年轻人说：“世尊呐，
石头重于水，必然要沉于水，牛奶轻水，必然要浮于水，它怎么能解决呢？念咒怎么能解决呢？诵经念佛怎么能解决呢？佛陀说，是啊，你的先父如果行恶业必堕恶道，如果行善业必生天堂，这个又有念经念咒能解决吗？所以佛陀如果活在今天的大陆，除了自杀别无选择，就是这样。佛教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大环境下，它也不可能脱开这样一个环境，因此有很多的形式、口号、标语不是佛教的，是这个社会逼的，逼良为娼导致的。那佛教也不甘心，所以只能用这样一个认知标准跟着这样一个趋势去做，这是问题所在。那禅就有这种穿透的假象的这个智慧的钻透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禅在这就回到这个主题，佛教禅也好，到底是属于佛教的分内事，还是属于社会化的事情？所以从一个个体是身心关系，从这个个体的身心关系跟他人发生是自他关系，那么佛法与社会它还是个二元互动关系。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诀。兔子有没有耳朵？有。兔子有没有犄角？在兔子身上找犄角，这就是不可能的。所以离开世间去找佛法是不存在佛法。那也可以说，佛法就是基于世间人生的种种的生老病死的困惑，要找到一个方法。就像科学要解决技术的问题，哲学要解决思维的问题，医学要解决病理的问题，一模一样，佛法要解决的人生的本质和终极问题。所以佛法在世间，如果单纯的拿出玻璃啊，把佛法还归于就是纯粹的佛法，那个没有社会价值，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的拥护它。那曾经在宋代就有人问，你看咱们的诗圣是谁呀？是谁？杜甫是不是？医圣是谁？孙思邈。茶圣呢？陆羽。这个什么呢？武圣呢？武圣是谁？关公啊，还是谁啊？那武，对吧？武财神呢？啊。但是在宋代之后，有没有被称为圣的中国人？有没有？没了。所以当时有人就问王安石说，这个从什么时候怎么中国就没有这些圣呢？而这些个精英中的精英都哪里去了呢？都到禅门中来，都到佛门中来啊！在宋以后，所以中国再没有什么圣贤，而都成为禅人。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来自哪里？来自于禅，很有意思。宋明理学的脱胎从哪里来？来自于禅。而禅来自哪里？来自佛法的本土化、中国化，来自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的反抗，来自道家文化的反抗，是儒释道三家共养、共争、共存开出的这么一朵花，叫做禅。所以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化，但是今天挺有意思，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禅，我们想去注册一个禅茶，不行，工商局说这是诗社宗教，不给你批，很有意思。
日本人、韩国人把这个禅文化、禅的文化推广到西方去，铃木大拙啊，跟西方的心理学大师弗洛姆有做一个禅与精神分析的对话，都可以。中国呢，却自己的自家的宝贝把它给献了。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是真的是从宋代以后，他不出圣是有道理的，越来越不开放，越来越禁锢住，越来越为了一个狭隘的目标动用庞大的社会资源和力量，浪费生命的本质啊。我们李鸿章、张之洞在搞洋务运动购买洋枪洋炮的时候，今天我们用大量的 GDP， 用我们大量的购买什么？苹果 iPhone 4 iPad，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那个创造物？有没有活字印刷？有没有纸张？有没有火药指南针？是什么禁锢了我们的创造呢？这些，所以佛法它绝对不是单一的东西啊，佛法是人类的东西，社会的东西，所以佛法与社会必然要有关联。而佛法的巨大的社会价值就在于能够让自我的心理救赎，自我的心理施压之后，迸发出更大的生命热情，更大的生命激情和更大的生命创造力，来改变人间的残缺和不圆满，创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禅，这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真正目的。佛家讲无我破我执，请教法师，肉身享受，肉身造恶业，神识去堕下三途受罪，以无我的观念来理解，神识出离肉身后是与肉身不相关的，我们对现在对前世的毫无记忆，就说明了这点。精进修持，吃斋念佛，舍弃很多享乐，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肉身我在做，而得到益处的是另一个与我无关的神识灵魂，下世会有好的福报。无论是受益还是受苦，这个肉身我与神识我无关，其实本来也无我。即便相信轮回，相信因果，以无我的观念来理解，则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这如何能让人有精神精进修佛的动力？很好的问题，是不是太专业了一点啊？太专业了。那么刚好我昨天在北京机场买了两本书，等一下你可以感兴趣，一个美国人写的，一个叫做磁场，另外一本就开启你的上一世，西方人。那我昨天就把他这个轮回，关于开启你的上一世这个书，大概它很薄，翻了一半在飞机上，有道理。那佛教讲的无我叫做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缘起性空。这个我呢，不是指肉体之我，是指主宰性啊。很多人不了解佛教的无我，说既然无我了，那我修行干什么？既然无我了，那我还建造社会主义新中国干什么呀？佛教讲的无我是无主宰性，主宰性，也就是，那么佛教对这个主宰性的界定就是说，一不变，不变，放在过去，放在现在，放在未来，永远都是它，叫主宰性。而我们以有限的人生70年平均年龄来观察这个时间，看看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哪个东西是有主宰性的。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早就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说明什么事情？河水在变，对不对？河水没变，你也在变。3岁之你和5岁之你和50岁之你和60岁之你都在变，牙齿变，眉毛变，骨骼变，肉体变，人的细胞整个11个月彻底的更生一次，全都在变，所以无常无我。那么它不能不变，它不能独立，最关键还是第二个，独立。话筒
他能独立的说我就是话筒吗？他必须要有线路，有电，有麦克风，还有话筒的作用，所以它不是独立的。那不然独立就叫做被，所以前面有个被动的被了啊，叫被条件所约定，被条件所约定。所以佛教讲的无我是变化，不能独立，被条件约定，这就是无我的本意。那么就因为你的灵魂也好，神识也好，你是不能恒常的、固定的、不能独立的、被条件所制约的，所以它才有六道轮回啊。所以它不是孤立的啊。那我前几天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叫我子啊，叫我如何说啊。我打了一个比方，好比每一个波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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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个波浪跟后一个波浪什么关系？是简单重复吗？不是，对吧？你看钱塘江，你去观潮，大海在涨潮，每一个浪头前浪推着后浪推啊，前浪消失后浪上，但是每一个波浪跟另一个波浪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又必然有连接，没有后一个波浪推动，前一个波浪上不了岸，所以永远又在相互关联。因此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波浪推动另一个波浪，既不是简单重复，又不是毫无关联，所以这叫做缘起生命，叫缘起生命。这里边这个灵魂神识还确实很专业啊，很专业。但是这说话题不能扯得太久，因为叫佛教又不承认这灵魂，因为一旦说灵魂就成为固定不变，你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好比咱们看那个源代码，看那个盗梦空间，对吧？盗梦空间，看黑客帝国，好像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那就是你的灵魂可以转来转去了，那就成为有灵论。但是有灵论它在具体的生命轮回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这个人的灵魂转生为灵魂，还是人的灵魂可以转生为神的灵魂，转生为狗的灵魂，转生为蚂蚁的灵魂，还是大树的灵魂，它就成为机械的唯灵论，而不是动态的缘起论。所以佛教不承认有灵魂就是这个原因，一旦界定了灵魂它是不变的。哎呦，一不变，狗死了永远为狗，婆罗门转生还是婆罗门，刹帝利转生还是刹帝利，就成为机械的，所以它不符合自然常态。所以佛教不承认有灵魂，就因为这个神识本身也是在动态的，随时在动态。欲界六层天，然后还有色界十八层天，这都不是。欲界六层天怎么上去呢？就是行善积德持戒，这可以上去。但是欲界的上去十八层天叫做色界天，只有禅定可以上去，禅定必须打坐修禅定才能上去啊。然后还无色界天，就比色界天更要高四层天，总共有二十八层天。而这二十八层天都没有脱离轮回，他们在天人的福报尽了再回到人间，或者回到畜生，或者回到鬼，再轮回。那六道轮回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吗？既然不能证真，你怎么信呢？那各位来说，我们看中华文化，中国人认为人死之后去哪里？中国人认为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去哪里？在1949年之前，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死后去哪里？去哪里？孔子说什么？慎终追远，敬神若神在。中国人就认为死后为鬼，然后聪明正直的为神，所以就是神鬼
那西方人，大家看维吉尔的《失乐园》，看圣经，西方人死后去哪里？上天堂或者下地狱？那看过但丁的《神曲》吗？在等待上天堂或下地狱这个审判的过程，那个阶段叫什么？叫炼狱，对不对？所以你看，但是在炼狱又不是这个肉身，所以天堂或地狱炼狱。那么魔鬼变成了蛇，蛇是属于动物还是属于什么？是动物。所以西方的宗教啊，天人，天使长加百利，魔鬼变得是畜生，然后亚当夏娃人炼狱下地狱，它不是六道轮回，相当于四道轮回。但是印度的整个文化讲六道轮回，它是个公理，就像数学上和化学上的公理和定理一样，不需要证明。印度人整个就相信业力轮回啊，所以印度人他就整个就相信这个，根本不需要来证明。所以大家去看，我去过四次印度，最长的一次开车，我们从北京2009年开了两部车去，走了35天，到尼泊尔、印度，那是最长的一次。那今年春节后又去，差点腹泻在那死掉，啊，这样的。那你看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严重的多，不知多少倍，但是印度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造乱，最多前一段时间失地农民上街游行，失地农民上街游行而已，从来没有过暴乱，以革命取代革命的这样的。为什么？就是他的业力轮回思想，某一期生命或者这一期生命仅仅是无尽的生命中的一个浪花而已，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生命永恒的价值幸福。那么婆罗门教他的思想为什么遭到佛陀的反抗和反叛，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就像刚才说有灵论，有一个固定的灵魂，婆罗门死后永远为婆罗门，军武阶层死后永远为军武阶层。那佛陀反对，他说不是 ，no。人的卑微与高贵不是因为他的出生阶级所约定，人的高贵或卑贱是因他的作为而决定。一个乞丐，他救死扶伤，他就是最高贵的；一个婆罗门，他伤天害理，他就是最卑贱的。你说哪个更有时代意义？哪个会得到大众的拥护？一定是佛陀的。所以佛陀那个在短短的49年间能够取代婆罗门，就是这样。所以六道轮回有没有？真的，这个东西，你说数学上的公理和定理需要去证明它吗？没办法证明，它就约定俗成，这么信。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认知这个世间的能力，现在呢叫眼耳鼻舌身意，看看咱们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现在咱的眼睛能看多远？能看多远？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站在喜马拉雅山上，你能看到阿里亚纳海沟吗？能看到吗？我们站在滕王阁顶能看到赣江的这个赣底那个沙粒吗？是吧？所以高不能及山，深不能及海，远不能及人，近不能及心，这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认知的局限性。温度50度以上烫伤，0度以下钻不进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认知的局限。要知道在钢水的温度是多少度，太阳的表面温度和太阳的内心的温度，地球的内心的温度，海水的温度，地壳的温度，地表的温度，热带的赤道周边的南北极的温度截然不同，有无限大。
正负无限大，但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被框住了，所以用我们有限的眼耳鼻舌身意认知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我们目前受局限的认知之外的东西要存有敬畏。那佛教它有叫神通啊，神通，通过神通可以感知六道轮回是不是真有。好多年前，大概2002年，在南昌有过一个有神通的人，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忘了在哪个酒店，他可以变出人。结果那一次呢，大家都不相信了。在这个2002年，南昌最好的酒店是哪个嘞？我忘了名字了。把这个关在这个酒店房间，让他弄一个大桶，最后怕他作假啊，大便活人，身上都给他脱了，就穿个小三角裤头，让他变。大胖小伙子，有差不多170斤左右，最后没变出人来。一个大洗衣桶搁在这个最好的酒店，让大家这十几个人在这摸，伸手一摸，吓死了，一条蛇，它变出来了。你想在酒店里边有蛇可能吗？不可能，它真的变出来了。但是大家都嘲笑它，为什么？因为说的是变一个活人出来，它变一条蛇出来啊，神通。但这个神通要修，那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人不是修来的，是附体来的啊。我们江西有一个很有名的附体大师，这个没办法，不能说名，说名你们都找去麻烦啊。就在我们江西，所以江西这地方出人，出人才啊，出很多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六道轮回这件事真的不好说，就是你自己证明了，别人也不信。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这100年的教育而已，就这100年。100年前的中国人相信不相信六道轮回？相信，是这100年的教育出了问题。禅与心物一元的关系啊。有一个禅师跟着老和尚修行了3年，愤愤地告诉